今儿有点累。怎么锁着？没有啊。书房钥匙呢？不知道。行了，明天再找吧。今儿早点休息，赶紧洗个澡。你快点儿。哦，好。毛巾。哦。洗完了，这么快？赶紧睡。你疯了！到底是不是男人？哪有天天盼着自己老婆偷人呢？我问你，这些钱哪来的？这么多钱哪来的？哪来的？这是给别人的回扣，你别又想动。我自己太苦了。天天在外面累死累活的，我为了什么呀？丽丽，我就为了这个家，我为他苦了。丽丽。
哎，你们说咱们县城里头哪个小娘们长得最正点啊？当然是糕点厂王福全的相好凤儿呗。怎么回事啊？痒痒是不是？夹这么紧干嘛呀？你到底吃不吃啊？吃。王八蛋，女人长得漂亮，哎，你们单身啊？听说这个凤儿啊有个闺蜜叫冯丽丽，那长得才漂亮呢。捅一个胖。那个冯丽丽可随便了，她那个老公啊二球货。哎呀，巧女常伴一夫眠，这鲜花插在了牛粪上，这好白菜啊全让猪给拱了，那全让狗给拱了。其实啊，全城人都知道，就他不知道。其实他也知道，只是他不知道，全城人都知道啊。全城人其实啊也都知道，他知道，只是呢不知道，他知道全城人都知道。胡来，哟。哎，大胡来，你说他房里那外边到底有没有人呢？你说你这人还有比孩子受教育更重要的事儿吗？不是我，不是什么呀？不是，心中有佛，看人即佛；心中有屎，看人即屎。不会是我想多了吧？我只负责调查取证，就算死我也要死个明白。有些事儿知道了反而恶心，至少我还占着个理字，怕啥？理？换了是你，你会怎样？不便回答。求你了。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后勤处办部委幼儿园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哦，连打点带赞助费要5万块钱，那你还不想想办法？嗯，可漂亮的颜色吧，妈妈还要买一。你就不能干点儿男人该干的活？这赢赢。要不就去家门口的幼儿园吧，咱都是小户人家，哪有那么多钱？让胖胖和小市民的孩子在一起是吗？咱不都是小市民吗？和上等人在一起就是上等人，和小市民在一起就是小市民。你个大男人，这点道理还不懂？昔孟母，择邻处，也是。行了，我今儿晚点回来啊。哎，哎，你又晚点回来啊？要不你出去挣钱。拜拜。拜拜。快到了，我去接你。您是西门吹箫？吹你妈的箫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我认错人了。
崔小姐光盘你要不要？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不要不要。切。西门吹箫，沈石铎。哎，我是徐子良啊。哎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要不咱们去吃饭？先工作吧。哦，好。徐先生，这里是保密协议和合同，您过目一下。保密协议？我司是接受婚外情调查的专业机构。这么复杂？专业嘛。可贵司的公章怎么是蓝色的呀？我司注册地在 Hong Kong, you know? 哦。这是你和你老婆？对啊，这是我们谈恋爱那会儿的照片，供你参考了。哎，我就这么一张，你千万别给我弄丢了。对我调查没用。什么乱七八糟！弟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他胡大爷，凤儿让我请他吃饭呢，我在这儿等他。他去哪儿？要我给你安排吗？家里家外的，总麻烦您。小心啊，防火防盗防闺蜜。好嘞。走了。谈谈具体情况，沈先生，叫小沈。哦，小沈，是这样，种种迹象表明，我老婆外面有人了。证据？这就是请你来的原因啊。我在考古研究所工作，经常几个星期不回家。每次出差前，他都对我特别热情，好像盼着我走似的。够了，再埋这儿，多住几天啊。我一回来。就发现无端的多出好些个衣服啊，用品什么的，最近还换了车。他那小买卖我还不知道吗？谁给他买的呀？孩子也不管，天天花枝招展，给谁看啊？最近忙啥呢？没忙啥，上课充充电呗。姐，最近做啥生意呢？发大财了吧？嘿，欢迎相助。哎呦，粉钻，这里好几万呢，谁送的？就不行，我也有贵人了。结账，福先生结果了。福先生，小徐大哥可疼我们家胖胖了。我该怎么办？胖胖该怎么办啊？哎，徐先生，我的工作只是负责收集证据，具体要采取什么措施不在我的工作范畴之内。有能？一点情趣都没有。哎，这往往啊，看着高大魁梧的男人都不中用。哎，他怎么样啊？他贵人呐，现在哪有白当贵人的？哪有啊？嗯。不过有本事的男人什么都厉害。我跟凤儿，你那个贵人什么时候带姐见一下？等我搞定他吧。哎，姐，咱们县城哪家宾馆比较隐蔽啊？大郎宾馆呀，环境可好了。我和小徐谈恋爱的时候去过，可惜他是个木头脑袋，白花一千多。这事办成了，我一定不亏待你。怎么不亏待我呀？您提条件呗。那我可得好好想想。
根据墨菲定律，越是害怕发生的事儿，就越有可能发生。谁啊？他胡大爷，是我。我心里不是滋味。走吧。在单位受气了？没有，我老婆。我昨天下午还碰见弟妹了，又怎么了？哎呀，哥，我没点事儿，不是不知道。服务员，来。间歇性精神病，以前受过刺激，我造成的，扯淡。别想点俩菜，赶紧。这个龙黄豆腐，你就爱吃豆腐。你太疑神疑鬼了，把心思都用在挣钱上吧。啊，哥，挣钱这事儿我早就想明白了，我呀没戏。我就瞧不上你这怂样，哥。就现在这个状况，就我这种老实人，你别说挣钱了，我就是想踏踏实实过个小日子，老婆还得被别人卡哟。少喝点吧。爸爸，你又喝酒了？没有，我跟你胡大爷聊天来着，我就喝了一点点，一点点。爸爸，你看流星。那颗流星已经死了，它正飞向另一个世界。爸爸，我们会死吗？胖胖还小，不要想这些事情。爸爸肯定会先死。爸爸不死。爸爸答应你，一定好好活着。啊！爸爸永远在一起，好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有个人比较可疑。这不是秦云三吗？王八蛋！哎，不过这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。这一周他们见了4次面，通过18次电话、微信、短信不计其数。
言语动作非常之轻浮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自有办法。不过目前还缺乏关键性的证据，例如他们亲热的影像视频之类。你看着你把人家云芝给弄的，啊，是人不人鬼不鬼呀？我那不也送他调养去了吗，二大爷？放屁！有送到精神病院调养的吗？你对得起人家吗？你对得起我对你多年的栽培培养吗？喂，哎，是我呀，洗桑拿去，在哪儿？行行行，我马上就到啊。这个秦学森你很熟啊？哎，这王八蛋啊，是电厂办公室主任，我托他给胖胖班上幼儿园的事儿，他狮子大开口，没成。哎，这是他们最近互发的短信。这风和日丽是我老婆，这三生万物，秦学三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大爷的，还三生万物！他们明天约在小龙坎火锅店，下午5点。我也去。不妥。县城小，认识你的人多。你请我司调查的事儿，千万不要和别人说，否则我没法开展工作。小东，对了，昨天晚上和你一起喝酒那个黑脸汉子是谁？他胡大爷，自己人啊。你看见我了？什么叫 profession？您好，啊，请问有没有安静的包间？有，要多安静有多安静。雪花肥牛、水晶鸭肠、墨玉丸、菜花，对，虾滑，鸳鸯锅底啊。好的。你这儿环境不错呀。听说你老婆又砍人了，差点斩断我的是非根。我不去了，自己来吧。他大爷，你说吧，我好歹也是个公务员，我也不少挣啊，他为什么还不满足，还要和有钱的男人纠缠？这有钱的男人凭什么让你占便宜啊？你算了吧，你那三瓜俩枣的也叫有钱啊？世间若要人情好，唯有钱财却是亲，家人也一样。可我们俩过夫妻生活的时候，他总……你别跟我说那些私事，我们还像一对正常的夫妻吗？哎呀，你在你老婆面前就不能霸气点？他大爷，这事儿是没摊在你身上。你知道我对丽丽的感情，还有胖胖，
爸妈不能在这种家庭氛围中长大呀。你确定你不是自己胡思乱想啊？当然了，我。哎，哥，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哎呦，有娱乐场。你说。爸爸，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呀？胖胖呢？送奶奶家了。哦，我先睡了。你他妈到底是谁老婆？怎么想起调查你老婆来了？要搁我呀，随他去，眼不见为净。小沈，你不懂。你知道一个父亲给予孩子最好的爱是什么吗？钱。是好好爱他的妈妈。从你的行为中，我没看出来啊。我是在挽救他。你这是自私的占有欲。爱本来就是自私的。大大爷，你看这个。多放个桌子。轻点，轻点放，就慢点。好嘞，轻点。哎呦，好嘞。陶虎大爷，发电厂的秦学森。你认识吗？业务上有些往来，你不会看走眼了吧？他人怎么样？他，我是说，男女作风上。男人，别当着孩子说这个啊！胖胖，看，咱们把这个当垃圾罐去。许。就你买这破玩意儿的钱，都够胖胖读那国际幼儿园了啊！他大爷，我就这么点爱好，给我吧，要不要？不要。要不要？不要。没人要。哎呦，徐呀、啊，喂，来买东西啊，来看看看看，日本刚到的新货，哎，这放这儿吧，放这儿啊。什么你、啊？我保护你，我保护我？你是啊，你要是嫌包装旧，哥给你换个新的不就行了？哎，微信扫码也可以的。什么呀？你变态！哎，丽丽。
老婆刚和秦学森通完电话，约在龙心餐厅停车场见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上了些技术手段。你还有手段？细节你不用操心。昨天晚上8:45，他们离开火锅店。凌晨12点多，又被我在一个小树林旁边发现。这期间将近4个小时，他去哪儿了？12点半，他离开之前，还和另外一辆车上的人见过面。他都快1点了才上的楼，就因为当时没交通工具。婚姻的本质就是利益交换。冯丽丽家境不好，但是我不介意啊，我只要她踏踏实实跟我过日子就好。胖胖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呀，如果她还是朝秦暮楚，那我就起诉离婚，孩子房产绝不能让她带走。就是疯了！你干嘛？
小徐啊，你和冯丽丽都做了些什么？不能和你说。不能和我说。这事儿跟你真没关系，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跟我没关系。细节上的事儿，你知道的越少，麻烦就越小，懂吗？去你大爷的！昨天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特疯狂，最后还换上花样了，估计是受了什么刺激吧。这小徐不会是开窍了吧？哎，我这有点事儿，晚点打给你啊。好，嗯。怎么着，冯丽丽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是吗？哎呦，秦处怎么回事呀？回家问你老公去。我老公？哎，秦处啊，真对不住啊。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您没事吧？说那个屁！啊，别，秦处，哎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补偿您的。是的。你怎么人家秦处了？我今儿把他胖揍了一顿。蠢货！我在跟他做生意啊。生意？他们厂里要批劳保用品，这买卖好不容易才接下来。孩子上幼儿园不要钱，操持这个家不要钱。你整天捣鼓这些假活动，我不得帮你补贴啊！你说你不挣钱就算了，净给我捣乱。那你干嘛偷偷摸摸的呀？这生意是竞标，私底下我给人家秦处好处。昨晚我刚给他拿了一箱好酒，8000块呀！我都看见你那车一阵一阵的了。我来。那放后边。你能不能把你的想象力用在挣钱上，啊？用在挣钱上。我去给你做宵夜啊。可他还真没有这么疯狂过，以前只有我打他的份儿，哪轮得上他对我动粗？嫉妒啊，是最好的春药。他居然找秦学三打架，那我以后和电厂生意也别想做了。那你和秦学三？秦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不过他有自己的原则，挣钱和搞女人绝不掺和在一起，他外面有人。你见过啊？你操这心干嘛？据说是他上营销课的同学。同学会同学，就是个波鞋。听说他老婆不好惹啊？可不，外号梅超风，间歇性精神病，一犯病就挠人，拿斧头砍人。哎，我怎么幼稚了？就你家冯丽丽会给人送回扣啊？啊？你这是不愿意相信事实？放心，我很快给你拿出证据。哎，你要是不爱，离婚不就得了吗？我怎么不爱他了？那现在重要的是，我不能让他把孩子给夺走啊。可他是孩子他妈，他不可能得逞。怎么不可能？我有措施啊。什么措施？我自然有我的手段。还手段呢？小样吧你。
喂，好像有人在跟踪我。不认识。你赶紧过来一趟。我先睡了啊。老婆，那个。行了，我今天不想做。你哪天想做啊？哎，你先睡吧，我晚点再睡。你早点啊，我明儿还有事儿呢。你老婆还有一部手机，而且装了防火墙，想法把那手机偷出来。喂，哎，行处。知道了，啊。还不睡啊？快点儿！这个芯片不仅能通过手机向我的接收器发信息，还有 GPS 定位，能随时掌握你老婆的行踪。他会不会发现啊？谁能发现？这要是都像你这样，这社会不就乱了吗？看看秦学三的电话号码。你怎么搞到的？只要他跟你老婆一通话，我马上就知道。行了，赶紧把手机给你老婆送过去。啊，你干嘛呢？给秦学森发短信。表面上看呀，这都是些垃圾广告，但里边都暗含着链接。只要秦学森一点，我马上就能侵入他的手机系统。你老婆的头一部手机啊，我就是这么搞定的。你这广告不诱人呐。哎，你说什么广告能吸引秦学三的眼球啊？贷款担保、奢侈品打折、尖锐湿疣的诊断与治疗。哎，他老婆五疯子啊。包治五疯子，药到病除。听说秦学三他老婆会柔道啊？啊，拿过省里冠军的。据说呀，这没疯之前就是个悍妇，特别憎恨小狐狸精类型的女人。她把和她老公话多的女人，愣是绑架到我们县废弃的工厂，拿着斧头在人身上来回的比划，可吓人了。她是怎么疯的呀？据县里头传，这秦学三作风不好，给刺激的，三天两头犯病。秦学三这个人呐，身上阴气太重，每次我跟踪他，总觉得身后有一股子阴风。哎呦，晚上你还是来宾馆住吧。今天就走啊？啊，惠州啊，发现了苏东坡放荔枝的大瓷盘，还有制作东坡肘子的秘籍。我们领导啊，让我马上去鉴定一下。
能靠点谱吗？去多久啊？至少也得十天半个月吧。那胖胖送他去奶奶家吧。行，那你注意安全。喂，我看见那个人了。啊，喂，白天别给我打电话，你把我要的货及时送到就行，小心我给你差评。你找谁呀？我不找谁啊，我想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。另一部手机通话了，可对方手机加了密，我现有的技术手段也就这样了。今天在你家楼下，我让你老婆给我撞上了，搞得我很被动。你老婆和秦三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侦探是吧？专管人家闲事，啊！我告你，赶紧给我滚蛋！你们无权干涉我的正常工作。就你那偷鸡摸狗的勾当也叫工作？别闹了！不许侮辱我的专业！弄他！我千叮咛万嘱咐，叫你别告诉任何人。不会是我老婆找人干的吧？要不就是秦云三。那几个是社会人，不像是秦学三的风格，更不像是你老婆干的。记住，千万要保守秘密，否则调查不出结果，本司概不负责。哼。你挨打了？一般人打不倒我。
秦学森点广告了，这不就行了？雪，准备行动。嗯，干嘛呀？你这是弄得跟绿毛龟似的。秦学森今晚要和淫妇去大郎宾馆作乐，正好去。算了吧，你有谱没谱？你好像特热衷干这种事儿。我有一个交往了5年的女朋友，出轨了，根据发现的蛛丝马迹，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腻入微的分析，后来的事实全都验证了我的推测。我发现我有这个天赋。房卡不在你手上拿着吗？啊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门了。那我帮您开吧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现在您腿怎么了？啊，小儿麻痹，小儿麻痹。你不是出差了吗？我出差？啊，老太说的。哦，我是回所里拿点东西。啊，对了，我跟你说一好事儿，胖胖上幼儿园的事儿我给你解决了。真的？啊。哎，他大爷，我接个电话。哎。算了吧。哇！啊，我说你行行好，啊，就这样吧。嘿，走吧，哥。劳驾，让一下。啊哈。这是去年5月20号，他挠我的抓痕照片。这是去年3月的啊，这个。
这是他上个月替我当上的那条诊断证明，受外伤后出现剧烈疼痛，向下腹、腰仓、上腹部扩散，血肿、囊壁淤血、青紫。行了行了，打住吧。他对我的暴力事件不下20起，我这都有详细的记录跟证据啊。你到底想干嘛？证据为王，根据婚姻法，孩子不能和有暴力倾向的母亲在一起生活。你怎么这样呢？我是孩子的父亲啊，我有权利知道啊。谁教给你的？我问律师了。你说你好端端老实巴交一个人，怎么学那么卑鄙的手段啊？他冯丽丽外边找男人就不卑鄙？你平常说你去外地了？对啊，我这儿方便调查呀。你是她丈夫，再怎么说都是一家人，你把底儿全兜给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她想干点什么你兜得住吗？都快40的人，我说你什么好？你让全世界都知道你顶一大绿帽子，你特帅是吗？这是你找的私家侦探啊？对呀、啊，在国外干过的，找的跟个棒槌似的。哥，哥，你说你闹到最后有什么好结果呀？那巴掌大点的县城，那人叫什么呀？沈石铎，让他姓沈的孙子赶紧给我滚蛋！不好吧，哥？什么不好啊？你真查出点什么，还能恢复你跟冯丽丽的感情啊？双输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我听你的。去吧。啊。回来。你前几天收那几个破陶罐卖出去了吗？人没找你还钱啊？上回您不帮我还了10万吗？他们笑挺多了。剩下3万，我……行，解决了。你解决什么解决？我再给你卡里打3万吧，别告诉丽丽啊。嘿，谢哥。爸本来是想上回等升了职让丽丽高兴高兴。你还升职呢，耗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毁在什么上面啊？这不符合我的原则。原则？兄弟，哎，我真不麻烦你了。既然如此，也罢。不过过什么？
不过还有最后一场好戏，你难道不想看？好戏？好戏？什么意思？秦学三昨天晚上和一个女人在大郎宾馆约会，我这就去取回我的设备。你就不想看看这个女人是谁？今天早上秦学三的老婆梅云芝跟他通了电话，说已经知道他在外边搞小三儿，扬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杀小三儿。他可是个武疯子，杀了人白杀。你老婆虽然罪有应得，可罪不至死啊。况且这还很有可能影响到你儿子胖子，这孩子招谁惹谁了？哎，啊，妥了。不会吧？放心，哥最疼女人了。啊，我心里有鬼。这个丧尽天良的陈世美，我要斩了你的世美嫩！别！说了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谁是好东西啊？哼，妈的，这娘们敢这么说老子！哎，你可别去问他啊！我问问你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跟你老婆离婚？云芝病成那样，我实在不忍心。那你就忍心让我守活寡？好啊，你个秦学三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……别闹！谁呀？喂。喂，秦处，今晚我再给你拿箱好酒啊。又送酒啊？我要那么多酒干嘛呀？好吧，好吧，晚上老地方，不见不散啊！死鬼！爽！在饭后边。跟哥还客气啥？秦柱，挣钱的事情可是最要紧的了。啊，
是不是你老公车？那是我老公车。你老公那块小心眼啊！老太来了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老子又没得尖锐湿疣，专治五疯子，药到病除。时间说不准，你先过去吧。不，你接我。别闹。那我去哪儿啊？还去大浪宾馆吧，605，我的开好房。东西放到车上了啊。钱是不同银行取的吗？是，还是用报纸包着。干嘛约在公安局门口啊？吓人呼啦的。哼，这叫灯下黑。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。几点钟过来呀？你老婆今天不回家呀？她回娘家了。我现在是自由身，凭什么跟我呼来喝去？因为你是我的小猫咪呀。这是我老婆闺蜜范儿啊，太逗了这个。是我错怪我老婆了。哎，我太疑神疑鬼了，是不是？啊？这样也好，好歹你落个心里踏实。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不好，要出事儿。
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梅超风扬言要杀了和秦玄三有染的小三儿吗？凤儿就是啊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凤儿是我朋友。你接电话呀！快走！不在家呀？这梅超风啊，在电话里边说，要让淫妇接受正义的审判，千刀万剐。他以前行凶的那个废弃工厂，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对，就是那废弃工厂，现在还荒着，肯定在这儿。快走！哎，走。性感的小蹄子，你偷我男人，我开了你，我开了你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把那几个想偷我男人的小骚蹄子都抓起来了，你看，让他们全绑上，咱俩根本就不能上当。真好看，闭嘴！有点同情心行不行？我就拿这斧子，我削他，我一片一片，一片一片，都给他们砍了。我把他们心也掏出来，肺也掏出来，肝也掏出来，喂狗吃去！我这叫替天行道。龙剑不平一声吼啊，该出手时就出手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那个杀火力士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大人，这是。谢谢你，兄弟。等他病情稳定了，你可一定要好好的关心关心他。雪，你是怎么知道凤被你嫂子给抓走的？哎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秦初，是凤儿命不该绝啊。哼，我是秦初。禽兽的禽，畜生的畜。啊，哥哥，我跟你说，是我误会丽丽了。误会了？啊，秦缺三。没和我老婆搞外遇，是别的女人。跟谁啊？你别问了，挺恶心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们所里领导让我马上去省里出个急差。又是苏东坡装荔枝那碗啊？不是，苏东坡装荔枝啊，用的是瓷盘。我们领导特意让我去鉴定一下。嘿嘿，哎，对了，那胖胖，胖胖，我给送奶奶家去吧。行，谢谢大哥。这最近家里大事小事的。都让你这操心，我这无聊不无聊啊？都自己人啊，走了。哎。
哎，慢点啊！他呀，也是为了这个家。兄弟，谢谢你。我在帖子上看见你的悲惨遭遇，嗨，觉得咱们俩同病相怜，就想替你出这口恶气。钱，我一向视金钱为粪土。哎，所长，被骗了。啊，好，我在等您通知。兄弟，我先回趟家，祝你早日找到女朋友。二妮儿，以后给我当儿媳妇去吧。嗯，改天去我那儿喝酒去啊。这家伙又改天。
就你非要找刺激。宝贝儿，还是你家爽，我这儿太没劲了。以后坚决不行啊，非出事儿不可。来，宝贝儿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你喜欢的车我给你买了。真的呀？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老吴，什么时候咱们不用再偷偷摸摸的？去吧。哎呦，张大大，大爷好！哇，这个抱一个宝贝儿，哎呦，享受喽！哎，谭红大爷，你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你还没那么多东西，孝敬您的，这么客气啊！你坐下子。你看他爸也真是，就把他往您这儿一扔也不管了。哎呀，我们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啊，宝贝啊！哎，拿比赛。好，谢谢。还是你最心疼胖胖了，比他亲爹都还要亲。老徐这也很亲啊，就是嘴上不会说嘛。这可是他的命根子。听讲你闺女要从美国回来了。对，跟他妈从美国回来。哦，真的，我讲你两姨就复活了嘛，过日子啊。过啥日子？都八年了，还过日子？哎、我给你弄吃的。好，我看看什么好吃的。这么多好吃的。是啊，江弟好久没来了，给你准备鸡鸭鱼肉啊！啊，馋死我了，就爱吃您炒的菜。经常过来，我煮给你吃啊。好。那个。喂，好像有人在跟踪我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邪不胜正，装作没看见。你赶紧过来一趟。好。真是一分钱一分货。他回来了，不聊了。喂。啊！你疯了！就是疯是垃圾桶旁边那个人吗？啊。好。好。
白天别给我打电话，你把我要的货及时送到就行，小心我给你差评。你找谁呀？我不找谁啊，我这不我想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。拍到了吗？也许不是小徐找的人呢。可能吧，徐子良都是亲自跟踪我，可没出息了。你穿着裙子真性感。真的8000块呀？你喜欢就好。当然喜欢呀。那天买裙子，晚上回去小徐没问你吧？没问，不过挺悬的。他进屋的时候，我们还在通话呢。你电话没挂好，你们俩的声音我都听到了。你跟小徐还是有感情的。他毕竟是胖胖的爹。你开心就好。别急。干漂亮了，再拿另外一半。你都霸占他7年了，是你霸占我老婆，好吗？是我先认识他的。你不就是一公务员吗？长得帅点吗？是我把他介绍给你的。你那个臭外表，你不但蒙蔽了我，也蒙蔽了他。我当年不就是出点黑点吗？我就不配拥有爱情吗？哈哈，苍天有眼，我才是真男人呢。你他妈不就有几个臭钱吗？啊，你还有什么？你除了靠偷人家老婆提高点自信以外，你还有什么呀？你有什么呀？我就是有钱，我就挣着钱了，我就是比你强。
我比你帅，我气死你！呸！臭狗屎！我气死你！我气死你！呸！你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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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！啊！你必须做出选择。哎，他们这样不会打出人命吧？不会，我了解这俩人。事情已经挑明了，我倒也没那么恨冯丽丽了，随她去吧。薛先生，你是个好人。胡油站能说会道，又肯花钱，比我会讨好女人。只要我和胖胖在，就还是个家。火车站鼻青脸肿的，是你打的。你别看那王八蛋平时耀武扬威的，其实骨子里啊，他就是一怂包。哎，这有钱人啊，一到关键时刻都怂。其实我也有责任。这个家，我们要担起来。我想辞职，也去做点生意什么的。胖胖很快就要上幼儿园了，以后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胖胖从眉宇间一点都看不出我的影子，跟他妈妈倒是挺像，秉性更不像我的风格呀，两岁多就知道搂着小姑娘亲，我这都快30了还处男呢。哎，胖胖这小胖手怎么跟那个姓胡的王八蛋像啊？儿子一般都越长越像父亲。怎么着？怂了？今天他妈不是来找你打架的，我问你，胖胖是不是你的？薛，薛，求你了，大人不管怎么样，别连累孩子，走吧。去外面谈谈。我就瞧不上你这怂样。走，去医院。走。亲子鉴定后发现孩子不是亲生，但是结果出来了，将妻子起诉到法院。该案于11月13日开庭审理。和妻子小苗育有一子，今年2月14日，小苗离家未归，张平调取妻子通话记录，发现与刘强联系频繁。3月8日，张平又将刘强的头发送检鉴定，结果遗传标记个体与孩子相同。张平将妻子起诉到当地法院，请求判离婚。半年后，法院准予两人离婚。Thank you.
妈妈！刘湛，你个王八蛋，你还我爸爸！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！不哭，妈妈，他不是你爸，他是窝囊废。我求求你还不行吗？还我爸爸！还我爸爸，行不行啊？我求求你们了，还我爸爸，行不行啊？爸爸，爸爸，还我爸爸！还我爸爸！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还给我，爸爸，妈还我！求求你，还我！胖胖，爸爸，哎呀哎呀！爸爸有我在。我知道。妈妈知道。好呀，太阳。我儿子，抱着我，抱着我。我儿不离开你，永远不离开你，好不好？嗯。爸爸是我儿子。你别想把爸爸从我身边抢走，休想！这是补偿。抚养费我出。能让我看胖胖吗？你要是胆敢打胖胖主意，我就以命相搏。马虎。我累了。爸，你一点都没老。哦，你妈怎么样？不太好。要不把她接过来吧。真的？啊！爸爸，你太好了。走。想吃什么呀？回家。啥都想吃，坐。给你做好吃的啊。保证书，小声点儿。我觉得叫认罪书比较妥当。
或者叫忏悔书。主任，你说，学，杀人不过头点地。本人胡佑湛，因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伤害兄弟徐子良的事，内心万分羞愧。别念了，胖胖是徐子良儿子已成客观事实，本人保证今后不再做任何冒犯徐子良先生家庭的事。对于胖胖的归属问题，本人决定承认现状，搁置争议，共同抚养。徐子田，小徐。你有好事了？我？我能有什么好事啊？美国斯坦福大学邀请做访问学者，邀请函都寄到单位了，所长会亲自到你家祝贺的。你是徐子良吗？我是啊。你认识这人吗？沈石铎，我认识啊。他怎么了？他涉嫌犯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，已被刑拘，请您去一趟我们县公安局配合调查。哎，哈哈，谢弟妹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哎，这我够了够了，你自己来。好吃。好，谢谢，好吃。听说你闺女回来了啊？你的事儿了了？出轨成本高。云芝回来好，精神病院怎么也不比家里啊。你吃。哦，我吃。好吃。我吃。云芝在，我们的家就在。我现在啊，是全身心都扑在云芝的病上了。管好你那儿，云芝的病就好得快。你也是。你听话，没事儿。听话，听话，来来来。干，听话。公安局说你没事了。啊。那你还准备出国吗？回头再说吧。那，哎，行不行啊？这男的也太没尊严了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太阳神的妹妹月神爱上了人世间的一个猎手。有一天呢，不愿意他们相爱的太阳神啊，在海边啊发现了猎手一个人在打猎。太阳神呢，为了不让月神啊看清楚猎手，他就把这天上的太阳啊变得很亮很亮。他就告诉月神说，那是一头野兽。月神啊就用剑误杀了猎手。月神呢，他知道自己啊误杀了心爱的人，他就很悲伤啊，很悲伤。于是呢，他就去找宙斯帮忙。
宙斯知道后呢，就很同情他们。然后啊，宙斯就把猎手啊升上了天界。你看，就那个猎户星座。看见了吗？最亮那三颗。看见了吗？这个呢？这是猎户的什么？